日子你们忘了吗？还真被起来了，这好感动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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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出这个门了。 共同点吧，不是谁去跟谁，也不是谁去改变谁，也不是谁去靠近谁。我们更应该展示自己。嗯，确实，两个人吸引是原始的吸引。对对对。哎呀！兄弟。
来准备饭了吗？没有，我想搞点吃的。哦，这个刀太钝了，我连个南瓜我都切不动这个刀。就这么盯着。要不，哎呦，帮你一下。哎呀，在观察。你要用南瓜做什么呀？南瓜蒸，然后里面打个蛋。运气也不错。我会帮你打鸡蛋，我会帮你打鸡蛋。很主动。这个南瓜一会儿可能都弄不完。卢可，怎么啦，卢可？他怎么 emo 了？别 emo 大哥，感觉他心事重重。对啊，他在思考什么？什么情况啊？不应该很开心吗？感觉也是犹豫。跟谁聊？他跟兄弟聊。啊，送了，没有。为什么？没有想送的人。知道。哎呀，烦得很，烦得很。确实，他是比较不明确的呀。其实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不觉得我是有的。什么想法？还是在思考。可能我觉得我因为通勤时间比较长，跟大家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嗯。你是工作原因，我可能是我们住的地方。就是跟那个房间太远。嗯。默默的话就，哎，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或者该不该回应。啊。嗯。我这个人就是可能更倾向于我喜欢的人多一点。嗯，所以他对默默还好。我是希望能有的聊的，就是我希望我的抛出的东西他能懂，他说的我能懂。他可能觉得默默太年轻，会不会？对。但你有想过这些东西是培养出来的？嗯，不用那么绝对。包括我感兴趣或者说心动女生也了解不多，所以才想趁这个机会去了解。对呀。这种机会得争取，与其纠结在这个地方，还不如行动呢。不如先了解一下。对，也可以尝试一下。不要有遗憾。说得好。我也觉得说得很好。他会不会想说，因为妹妹信号已经很强了，怕他误会？对，怕他更加说，哎，他真的喜欢我，有了回应会给他带来麻烦。这主要是他可能太绝对了。他会感觉一定要有喜欢的感觉才要接下来认识，可是大齐是鼓励他，你也可以先了解才有心动的感觉，因为搞不好你了解以后你也会喜欢。对，对啊，我好喜欢他们每一次的哥们的长谈哦。咋又沉默了呢？你
在想我什么时候给呢？什么时候才是单独的生日？你都想好你要给谁了是不是？很明确了已经。对呀、啊。你现在就是找个时机呗。我呢就是先行进被子。他们俩是不是都要选不可啊？战斗吧，加油。说加油，然后最后会不会选一样的？看一下我的妆发，看一下我的妆发，好可爱啊。我都不出来看一下自己的妆发啊。加油加油加油、啊、我现在我也一步一步做起，我就早上出来唱节了。妹妹好可爱啊。出这个门了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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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了，哎，太尴尬了、啊、太真实了。想知道他给谁哦？我猜他会给君君，会不会？哦，新朋友。哇！会撞到，会撞到，来了来了！哇 ！Hey, look.哦、oh, 啊、ah. ！Hey, look。嗯哼。你明天有时间吗？或者后天？明天吧。明天。那你愿意跟我约会吗？哦。那你愿意跟我约会吗？有啦，他给了，哇！他直接给卡。但我没写名字。啊，不用写名字。嗯，不用写名字吗？那就直接给你了。可以。哇！啊！天哪！他说什么？太酷了！啊！但是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给我的，可能是我给他，他才给我的。啊！我真的是，不是我的，好可爱。我觉得我还挺勇敢的，最起码我约他了。对呀、啊，对呀、啊，你好勇敢。他跟大齐聊完以后，他通透了嘛？他愿意再试着了解吗？哎，这个有点完美。对，有点完美。这个是有点太完美了。我很纠结，不知道要给谁。但你可以给两个人。对。其实我也想给卢可。其实我也想给卢可。我想再了解了解他。哦，我脚抽筋儿听。哦，我脚抽筋儿听。哎，感觉来了之后都不太了解。对，就是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嗯。还
还是你跟陆克和大齐说话最多。嗯，真闹心。但我应该会给陆克的，他会告诉他。刚好住一屋，这真的是。这个时候如果是我，我应该会大傻眼吧。但他又要强装。对呀、啊。很难受哎。我觉得咱们小窝有跟大齐交集也比较多嘛，可以的。真要给吗？没事，多了解了解没坏处。紧张吗？这有啥好紧张？那为啥我刚刚那么紧张？因为你真的喜欢了呀。补个妆是真的。去吧。Let me try， 要是能听见就好了。那可不行，望眼欲穿。同屋的人是。邀请同一个男生哎，嗯，请进。Hello。Hello。大傻眼。Hello， 你这两天有空吗？反正两张券都还在我这儿，就 day two， 好不好？好。OK， 那谢谢。后天见，后天见，拜拜，拜拜，嗯，稍等，哦，咋？啊，他也要后天见，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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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真的好尴尬。没有，因为卢可他真的都还想再多了解大家，他根本还没搞清楚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很好啊。哎呦！他什么反应？什我感觉他还蛮热络的，还要讨论一下吗？我天哪！那就真不知道给 Luke 爆灯的人是谁了。现在看，他们两个都干得出来这个事儿。对吧？哦，爱罗曼史啊，我就会这两个。哇，一个音就知道。没事没事，快了快了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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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啊，没人，什么意思？不是，他不唱。哎呀，我还说这前奏太长了，我看他已经慌，大齐以为，我以为你还唱歌呢。我也是弹唱的，没有弹唱。我弹唱不记得谱和和弦。刘老师再弹两首，我弹那个。哦，来了来了来来来，请。第一次听刘老师。完了完了，刘老，我又班门弄斧了。那就随便唱一个，我只用这两个和弦的歌吧。行。Too deep, too fast, too. I can't move till you call and tell me to.
Now it's all guessing games. I'm guessing every gaze. Like, do you, don't you, would you even stay if you did? Sad to say, I'm already yours. 完了，我的节目表演完了。我平时就是在家就瞎摸摸，然后很厉害。你获得了我的心动短信，谢谢，拜拜了。就是只会弹这两个，没好好学过。没学过都这么厉害，天哪！就告诉你，老天爷赏饭吃，这不吃往往外面吐，硬塞给你，硬塞。到此结束，可以可以。下次大家一人练一个节目再来啊！拜拜，拜拜 ，Tomorrow， 晚安。你想好了吗？你要唱哪首歌？我想了想。你快想。忽然之间吧。OK。那我去学一下。让他学一下。我学一下。他弹我唱。哎。拜拜。OK， 回去了。有些梦重叠了，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只希望，我只希望有。人啊，不断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一击，我们还要互相伤害。这个角度，这个真的是对。人啊，越是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人啊，多么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一击，我们还要互相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寂寞。爱呀，越是想要的，越是舍不得给。其实要的不多。那个短信你们收到了吗？我看完了已经。你现在屋没人，你可以偷偷去看。在哪儿可以看吗？可以啊，你现在去正好。你先完成任务去啊，记得回来，等我回来。对对，
哇！怎么了？你们看，我惊了！哇！你们看，我惊了！哇！谁呀？不知道。哇！我也给他惊好几个了。谁呀？谢谢。重女轻男，你这个是。明明是我第一个看到你的，那再给你。好，干嘛呀？不给，不给你了，不给我这。谢谢。这谁？这Luke是吗？给我来一个呗。这肯定Luke，敢调戏我这。兄弟，这别走这路线，搞笑男没有爱情。我服了。他就是不给我，我不要，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跟你讲，我不要了啊！你这个真的是，你到底是拼了还是疯了？你给我说一下，让我能接受这个现实。有点可爱、啊。谢谢你。你是给我们拿礼物了吗？用我帮帮你吗？哇，泡泡机。谢谢你。这个又是什么？谢谢。哦，这个是打气球的。对。谢谢。看你这这么小，说明什么？关系一般。哇，对讲机，好棒啊！你可以打电话了。我这个好啊。不行，我先研究一下，这是我的。喂，哎，咱俩能多远试试？喂 ，hello， 你能听到吗？听不到你，你听不到。你要摁着说。哦、，sorry， 我太憨了。咱俩能多远？3、2、20。打电话。20。说话吧，不然。走了。走了。拜拜。陆可辛苦了。祝你开心。太热了，陆可。赶紧把衣服脱了，过来吃东西。发型不要乱。还有吗？你还有东西没给出去呢，我瞧瞧都有。这人真贪心啊。是我从这儿看不到。哇！什么鬼？你是谁呀？救命啊！你是谁呀？这是。我看他眼。
要捏着，然后对着他说 ，Hello Hello Hello。呀，耶！啊，这个能听到吗？Hello Hello Hello。这个好好。收到收到。应该给咱俩也来一个。我也想要。走，咱们去打听吧。好走吗？帮你看一下。哎呦，掉了掉了，哥。啥玩意？啊。辛苦了，谁的没电池啊？他已经承认了。哟，青蛙回来了。不行了呀！差点憋死在那里边。你这是汗吗？头上的？我风扇掉了。青蛙不好当了。是的。太酷了，我觉得你，我都没想到这个事儿。送了你们每人一个青蛙。没事。哎，你整这出干啥呀？啊？干嘛整这出？不是今天的日子你们忘了吗？嗯。啊，今天是520。对啊。啊。没明白吗？这个30米。那、哎、没有了，什么意思啊？你不问距离都能打多长吗？所以两个屋之间能用吗？测试过吗？量一下。